真倒霉，今天正好轮到我巡逻。老天保佑，千万别让我撞上闯入者。这年头只想太太便便当个差，怎么这么难？Yeah.
蘑菇氏，你原是我大齐江氏的臣属，为何阴魂不散，与叛臣田和勾结？呸！当年江献公击杀我王上，我等世代忠良，岂会认你等逆贼之后为主？本就是胡公里通别国，弑君弑兄，之后献公才替兄报仇，处决胡公，你怎能颠倒是非黑白？历史还不是胜利者随意篡改书写的，当年的真相我难道不及你个未出生的丫头清楚吗？无需多言，让我亲自送你去王上那里问个明白吧。竟然有古神血脉，难怪田侯对江氏子孙如此费心。天不与我！蘑菇氏，你和田贼勾结，倒行逆施，有何颜面去见胡公？天下大安，便是当年王上未达成的心愿，我借田侯之法，替王上实现了。妖术摄人。也算是天下大安，简直荒谬。康
帮公已死，书将落到田禾手里，你也迟早一样的下场。你们这一脉，终是亡了。这都是报应。不好，博古氏的法力消散，楼要塌了。父亲也好，田氏也好，即便是一心希望天下太平的博姑氏也好，谁都没有办法还百姓一个平安喜乐的盛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亦不知，当年的射日之勇让我从西王母那里得赏两包仙药，服用后便可飞升成仙，当时的百姓亦是困苦，我不忍弃之而去，只服用了半包，从此不老不死。眼见历代君王霸主付出无数努力，百姓却始终在各种困顿中挣扎求存，我亦无计可施，心灰意冷。那既然你仍留有仙药，为什么不全部服下，追随妻子嫦娥而去？嫦娥愿我将她置于凡人之后，赌气服药飞升。我亦无颜见她。西王母神谕告知，我可在此沉睡等候。待我苏醒之日，便是能度天下苍生的天命之人，降世之时。所以你认为我是天命之人？可是我，不过是我，我并不知道如何拯救苍生。我也无法确定，但是你不试试，怎知自己不成？即便真有天命之人，难道不该是当朝天子吗？我去见他，直言面见，为我自己，为父亲，为阿紫，为齐国，也为天下。